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杰鸟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润姐江宁。今天去讨债，过来点杯开。今天要拍一个神秘的企划。这个神秘的企划，待会你们就知道了。这个是我们一年一度才会做的事情。好，直接跟大家讲，没有再跟你客套了。我们等下去裸泳。哦，改这个哦。没有啦，待会就知道了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的场景是不是感觉很熟悉？那今天啊，我们就是要来拍摄东西。等到待会我漂亮一点，我再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。对，现在我可能怕我的样子会让你们吓到。对。耶、yeah, ，就应该钓到了吧？ Hello. 今天我们要录2021的桌历，2021的写真桌历，整个的前置后置啊，团队，然后我们一起都非常的用心跟细心，然后我们在这次的造型上也做了不一样的变化。这一次的细节度呢，会看到感觉我们很复古的元素，我们希望翻到桌历就可以回顾这五年。可是呢，又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我们。然后我们有在一些小配饰啊或道具上有添加一些我们片的元素，大家可以去找亮点。有买到桌历的朋友们就可以看到，哎，那个亮点在哪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拍哦。送您上来，感谢送您。OK， 好。加蹲，这样。那我先切好了。嘉玲的书画，这个礼物箱很漂亮吧？因为他在书画，我躲进去里面吓他。你先进去，我帮你拍一张。快点，你去上厕所。来，笑脸堂膀胱叫做后了啊，跳一点，跳一点。跳好，这样脚抬起来，我看不到。可以翘脚，可以翘脚。一二三，喂 ，OK， 好。把裤子掀起来看看。吓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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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我们的第二套已经换装完成了 ，Andy 他现在还在制造惊喜给你们，他那个真的是太可爱，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大家喜欢吗？那大家可以底下留言，就是你们最喜欢哪一套的造型？还有第二个问题，我现在身上有几朵花？好 ，Andy 登场！哇塞！哇，花美男呢？猜 Andy 身上到底有几个？猜到之后就会有一个精美的礼物，然后大家影片一定要开到最后。慢慢转，慢慢转哦。OK， 好，底下留言跟我们说。好，二三 ，OK， 好。拉着小花，这样很快。快，快，稍养趣味。还在
常出现哦。我跟你讲 ，Andy 他很 enjoy， 他最喜欢是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哪里？哇，他是，他是他眼镜。哇！各位，你知道我头上是鲜花哎、欸，是真的花，夏晴是早上去花市采买的，辛苦他了。哇哦 ，so cute， 这样就好了哎、欸。对，好，谢谢，回去喽。谢谢，走了啦，卖了，橡皮要被丢。野餐喽。变了，完了完了，来给我给我，有默契一点，好 ，OK。这个很大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哇！爹，你会吹？吹气球？我这样真的，哇，还蛮好看的。我一定要吹给你们看，让大家知道嘉玲的吹功有多好。来，一二三，你输了啦。没有，你比较多，我比较大。OK 啊，那个泡泡是这样，你来，好了，一二三 ，OK， 好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拍居家的这一套服装。呀、yeah, ，我们的第四套。可以看到我们头上，有小巧思哦。另外呢，还有添加其他的元素。这个元素呢，在我们身上应该可以看到蓝、粉。我们的代表色，这一次拍摄居家的风格的时候，有一个重量级嘉宾来，这两家博美跟贵宾啊，那叫麦，他叫史努比，他叫 Mickey， 那我们开始拍摄哦。一二，好，看我，看我，呜呜呜呜 ，OK， 他也不敢动，让他坐起来，你不能放哎啊，地上，史努比，史努比，我来跟他们沟通哦，好，呜呜呜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拍摄终于结束啦。我们这一次又做下了一个大的作品了。对，那希望这一次呢，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的2021的桌历，绝对给你们一个眼睛一亮、全新风格的重量级，好吗 ？Yes。大家记得看底下留言资讯栏里面有购买网址，买起来好吗 ？OK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要感谢韩国意象这边的所有工作人员，摄影师、化妆师、彩妆师，这样。为套餐变个暗数。那我们这次的影片就到这喽，喜欢我们今天记得帮个喜欢，并且分享。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哦。记得开小铃铛，那大家拜拜，再见。时间过好快，又过一年了，算一算，我们也认识4年多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看我们放闪那么久。不善言辞的我们，总是习惯用行动表达我们对你们的关爱。很常收到粉丝朋友们的讯息说，看到我们的影片很舒压，又或者是陪他们一起走出低潮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很荣幸，也非常的开心。但我们想说，应该是我们很感谢你们。你们就像阳光，照亮了我们。像水滋润我们的心田，我们从一粒小豆苗到现在慢慢开花绽放，让我们彼此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沿路那些未知的风浪，也请让我们为你遮挡，只想把最好的留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值得。在乏味枯燥的生活里寻找一点乐趣，在平淡无奇的世界里寻找一点甜蜜。2020是个很特别的一年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我们也经历着很多，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2021年里一定是个充满希望的一年。加油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最后在2020的尾声，4年了，感谢你们一路相伴，沿途风景一同欣赏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很荣幸能在远方感受到你们的热情与温暖。2021年即将来到，未来再让我们一起探索彼此间的小秘密哦，一起分享彼此的点滴。最后，请各位允许我们说句任性的话。
2021，就让我们继续赖在你们身边吧，爱你们哦。最后这句是我们很喜欢的一句话，送给你们。